赞叹声之后，紧接着是拍照的快门声。救过来救过来，这不正是周星驰电影当中神龙教主经典造型我爱一条财。还有还有，宫崎骏卡通豆豆龙，或者是啾咪的爱心，还是双麒麟，洗头就洗头，花样这么多，一次给你六种造型，也难怪融化了樱花妹跟阿里郎，整间发廊都被日韩观光客给坐满了。一番魅力はどこ？やっぱり立ったり、いろんなミニちゃんとかミッキーとかしてくれるのがすごい可愛かったです。マッサージですね。こう後ろに上げて全部。あげる感じがいいです。台湾式洗头有三大特色，有别于日韩都是躺着洗，台湾是坐着洗，还有肩颈马杀鸡。最另类的是用泡沫做出各种造型。位于台北中山区条通商圈附近的美发业者透露，曾经在日本黄金周期间，日本女性来客一天超过20人，比台湾人还要多。洗面の水道のところでやるから、座ってはシャンプーをしないんで、ここはすごく意外。ここでやるのが意外。不只是日本综艺节目来拍摄，韩国天王 Rain 来台也跑去体验台式坐着洗，洗法玩创意，创造另类的观光商机。三立新闻唐一晨、许桂雅台北报道。